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19年10月15日，星期二。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就会获得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的录制门票等奖品。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15时33分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15时，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1度到18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14度，最低温1度，天气晴好，气温略有回升，也希望你有一份好心情。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我省各地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冬供暖需求，中通快递发布关于旺季高峰应对预案的告客户书，宣布双十一期间快递费涨价，广西玉树北流市发生地震后，北流市还将有余震的谣言被广泛传播，警方经过侦查核实将造谣人逮捕。云南昆明警方通报，大二女生李某草疑遭搂抱山打后落水死亡一事，确认其为意外落水，尚不构成刑事案件。国际方面，台风海贝斯影响东日本，已造成58人死亡，14人失踪。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这是继1996年之后，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二部粮食白皮书。白皮书突出强调了国家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的战略定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展现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伟大成就，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自身力量端好自己饭碗的战略自信。有两个重要的指标双双超过了6.5亿吨，一是粮食总产量2015年以来稳定的6.5亿吨以上，而是2018年全国共有标准粮食厂房厂农6.7亿吨。白皮书还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介绍了国际粮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了未来粮食安全政策举措，为各方提供持续稳定的粮食安全发展预期。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2.9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8%，其中出口12.48万亿元，增长5.2%，进口10.43万亿元，下降0.1%，外贸进出口总体平稳。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前两大贸易伙伴欧盟和东盟分别进出口3.57万亿元、3.14万亿元，分别增长8.6%和11.5%。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6.65万亿元，增长9.5%，高出全国外贸整体增速6.7个百分点。国家公务员局14号表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年度公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10月15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4号举行，这是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实施后第一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计划招录2.4万人，涉及中央和国家机关86个单位、23个直属机构。国家公务员局再次提醒，本次招考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假借公务员考试命题组、考试教材编委会、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授权等名义举办的有关公务员考试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等，均与本次招考无关，请考生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12号晚上10点55分，广西玉林北流市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时，北流市的9所高中共计33000多名在校学生，全都在第一时间安全有序地撤离避险。
据监控画面显示，地震来时，北流市区内多栋楼体曾发生剧烈晃动，许多居民纷纷离开房屋，前往空旷地方避险。10月13号凌晨3点，记者来到距离震中60多公里的北流市高级中学，学生们已经陆续返回寝室就寝。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学校迅速组织在校的4000多名学生有序疏散到安全区域。震动了大概有10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也接到上面的第一时间接到上面的通知，值班的老师也第一时间啊疏散我们的学生到这个运动场。同学们告诉记者，地震发生的时候，学校的紧急集合的哨子就响了，一听到哨声，几乎同时所有的同学迅速行动起来，感觉在摇晃，感觉后面学校召集我们去集中的时候，就非常迅速的穿好衣服就下去了。听到哨声之后就开始有序撤离，毕竟平常的话练习是比较多的，听到哨声的话就自动反应做出来，马上撤离到操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地震避险过程中没有出现人员踩踏和受伤的现象，而这次成功组织避险也与学校长期以来组织开展的防灾应急疏散演练和安全教育有关。我们能够那么迅速地去疏散集合啊，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个平时的一个演练的一个结果，对我们这个师生，这应该来讲在安全教育这一块都是有一个意识上的提升。广西玉林北流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关于此次地震的谣言在网上传播，其中有一条北流市还将有余震的谣言被广泛传播，警方经过侦查核实以后将造谣人逮捕。当地警方通过网络巡查发现，这条谣言是广西平南县平南镇的唐某元在网上发布的。由于谣言将余震时间精确到分，并且消息落款处写有中国地震网报告字样，不少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转发。这个谣言让不少网友深信不疑，甚至有网友声称被吓得一晚上睡不着，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刚开始做的话没什么好利，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快就在我们那个群里面传开了，觉得特别后悔，就是说给人民群众带来恐慌。经询问，唐某元对私自编造中国地震网报告并以其名义发布余震相关消息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当地警方依法对违法人员唐某元处以行政拘留10日。距离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一些喜欢网购的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中通快递11号发布关于旺季高峰应对预案的告客户书，说从11月11号起将调整快递费用，以确保旺季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应对旺季场地、运输、用工等费用上涨。这一涨价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记者走访了南昌市几家中通快递网点，一些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不方便透露什么信息，另一些网点则表示还没有接到相关通知。那个双十一1832028有收到这个快递涨价的这个消息吗？没有收到了吗？没有知道。双十一期间中通快递可能涨价，对于这样的消息，一些消费者表示真是成本涨了，快递费涨点儿可以理解，但希望涨价幅度不要太大。太多了人家就没有这个，就是说接受不了啊。比如那个快递费本来是10元，然后你涨了个20，人家怎么接受得了嘞？那如果是你涨个12、13的，别人也接受得了啊。记者从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了解到，对于中通快递将在双十一期间进行价格调整的消息，他们也有关注。那么对价格呢，我们也会表示密切的关注，只要它这个价格呢不是暴利啊，不是恶意的这个涨价，我们呢都一般不会对它进行着过多的干预。昨天本栏目报道了云南网友李新草妈妈发文称其在昆明理工大学读大二的女儿落水死亡，真相不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随即通报，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开展核查。14号下午，警方公开了事发地酒吧内3个多小时全部视频和酒吧门口的视频监控。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李某草为意外落水，尚不构成刑事案件。调查显示，9月8号，李某草等4人相约采取 AA 制进城逛街玩耍，
当晚先后去了三个酒吧，点了36瓶啤酒。记者全面查看了四人于23:04进入盘龙江边的热度酒吧到凌晨2点左右李某草离开酒吧的3个多小时视频。李某草酒醉后曾多次独自一人去厕所，并多次跑出酒吧门外。记者采访酒吧店员也证实，当晚四人一同进入酒吧，刚开始还聊得挺开心，很平常，就像是几个朋友，普通朋友那种了嘛，约出来玩。你才进来的时候还聊呢，还聊得开心。我看着他们先进来，后期有4个人，两男两女了嘛，点了大乐包，中途是喝多的了嘛，就有点耍酒疯。哪个耍酒疯？就那个小姑娘，我见他们中途出去的一趟，我也认不得他们是为真的。针对网上反映期间一男子俯身将疑似李某草的女子压在身下长达25秒，可能存在猥亵嫌疑，罗某前笔录表示是为了安抚李某草情绪。罗某前等三人让李某草躺在酒吧那一条长凳上休息，之后罗某前将嘴凑近李某草耳边说了几次你酒喝多了不要乱了，睡一会儿就好了。期间视频显示罗某前俯身时双手及身体长时间未动。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网上广泛传播的2分46秒的视频中，被压在身下和打耳光两个片段存在明显画面跳跃，中间部分被删除。针对网上视频中男子用右手扇打李某草2巴掌，引发网友关于李某草因为拒绝被猥亵而遭殴打的质疑，警方通过提取的高清音频显示，罗某前扇李某草后称啪啪啪几个耳光就把他打醒。笔录显示，罗某前扇李某草之前曾征得任某申、李某某号同意，目的是想通过打耳光看李某草是否能够清醒。酒店店员也称，期间有人将桌布掀翻，查看后发现李某草横躺在椅子上，但没有听到李某草呼救等声音。然后我才过去嘛，我说你们是不是谁？是不是喝多了啊？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他们说没有闹矛盾，只是那个小姑娘喝多了。你听到他打嘴巴子？没有，我今天看新闻。同行的男子在解释案发经过时表示，三人和李某草未发生冲突。因为他突然就开始敲自己脖子，敲了我看见就赶紧一把把他拉开，把他的手一拉开，他转手就捡了个酒瓶子砸碎掉，就开始捡起那个酒瓶要准备给我。我也是赶紧一把就拉开掉，然后拉开掉之后，服务员他过来问这个情况。我们之前也并没有刺激过他，我们也没有跟他吵架，我们没有和他起过任何的冲突。他一把就把我推开掉，然后就往外面冲，刚好有2张的士车就下来，他手就给要了个的士。视频显示，李某草2点左右外出，同行的罗某前、李某某因为担心李某草酒醉发生意外，跟着走出酒吧。酒吧外的视频监控及对前后出租车司机的笔录显示，李某草打开右侧出租车车门后，跑到距离酒吧门口约10米的盘龙江落水。罗某前、李某某此时在车左侧，可以排除两人导致李某草落水。李某某看到李某草落水后，冲过去试图拉李某草，未果。我一反应过来，我就赶紧追下去。我刚刚跑到他那里，他已经翻过了我一下，然后我一把没拉住他，他就跳下来了。事发后，罗某前拨打了110、120电话，任某申拨打了119电话，一位退伍军人报警，并立即跳下河中试图救人。昆明警方接警2分钟后抵达现场调查搜救，搜救至次日6点，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李某草落水不构成刑事案件。来看一组救援现场。近日在安徽马鞍山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女子被一辆出租车撞倒之后，又被一辆经过的轿车压在了车底。4号上午，在安徽马鞍山和县，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行驶至斑马线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在地。监控画面显示，女子被撞后，电动车被甩到一旁。此时出租车司机与一名女乘客下车查看情况，然而就在此时，一辆转弯的黑色轿车因没有发现躺在地上的受伤女子，直接将她压在了车底。轿车司机听到路边行人大声提醒后才紧急刹车，而此时女子已被压在车底动弹不得。就在女子生死未卜时，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来来往往的路人纷纷自发跑过来，一鼓作气合力将轿车抬了起来，将女子从车底救了出来。整个营救过程只用了52秒。随后当地交警与120急救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抢救伤者，疏导交通。由于救助及时，受伤女子暂无生命危险。
前两天在四川巴中市，一名2岁大的儿童突发疾病，出现发烧、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情况危急，家长立即向交警求助。我看见一个小孩脸上发白，有抽搐的表现，我也很着急，所以说我说救人要紧，我就首先喊他们上车。交警在接到求助后，马上打开警灯，拉响警笛。平时20分钟的车程，仅用7分钟就将孩子和家长送到了医院。可能因为过于担心着急，下车后家长连孩子都抱不稳。一名辅警赶紧上前，从家长手中接过孩子，一路小跑到儿科急诊。经过医生初步诊断，孩子是得了较为严重的手足口病。据了解，孩子是随家长从外地来巴中探亲的，经过治疗，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继续来关注交通安全。近几年，随着各种网络平台的兴起，各类网红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甚至有人把网红当做了自己的梦想。下面要说的山西小伙小杨，为了当网红，就干出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儿，一起来看一下。当晚22点左右，小杨骑着一辆摩托车行驶在南中环高架桥下。这时他的右侧突然有一辆蓝色的 GTR 跑车呼啸驶过，小杨看到后猛轰油门，迅速追上前去。没开多久，两辆车便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在红绿灯前，小杨和驾驶 GTR 跑车的男子似乎说了些什么，还没等红灯完全变成绿灯，小杨的摩托车快速起步，前车轮甚至还离开了地面。没走多远，后起步的那辆跑车便飞速地超越了小杨，紧随其后的小杨骑着摩托车在快速追赶，直到视频结束，两辆车已经通过了3个路口，似乎是在飙车。小杨将这段视频发到了抖音和快手视频软件上之后，声称自己想当网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关注他的不是粉丝，而是交警叔叔。汉阳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捕捉到视频信息后，立刻查到了 GTR 轿车的车主和骑摩托车的小杨，让他们来交警队报道。本人有一个网红梦，想在快手、抖音平台发布作品、视频，中有危险驾驶嫌疑，我不知道，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可能会有造成伤害。本人作品中存在超速与不正当行为、不正当危险驾驶行为，我决定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情。原来视频中的摩托车与跑车相互追逐的那一幕是小杨自导自演的，目前两人车辆已经被警方暂扣，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既是法律规定，也是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积极守护。可是前几天在江苏常州，一名司机就因为没有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险些酿成惨剧。这是事发路口的监控画面，一名女子在斑马线上过马路，这时一辆左转的小汽车开了过来。随后女子倒在路上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汽车司机也赶紧下车查看。据民警调查，当时行人是绿灯过马路，而汽车是绿灯左转。喝酒啊，他这喝酒的呢，我那等酒的呢，他这个几个人呀，几个人过路啊，哎。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调查，驾驶员表示，当时他并没有发现有人过马路，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幸行人只是受轻伤。但是行车不礼让行人，这个司机的驾驶习惯不合格。相比之下，下面的这位驾驶员就为刚才的肇事司机做出了榜样。近日在浙江东阳的路上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名腿脚不便的老人缓慢地走过斑马线，一辆白色轿车司机主动停下车搀扶老人过马路。从监控画面看到，当天这名老人在过斑马线时借助一条凳子才缓缓向前挪动，行动十分困难，并不时停下休息。此时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白色轿车司机主动在人行道前停车，下车后走到老人身边，一番沟通后用双手搀扶着老人过马路。第一次在那个现实生活中看到了这个事情，然后觉得特别感动，很多人的话都路过了，然后看到这个司机下车特别感动。此时过往车辆也都停车让行，
这名热心司机扶着老人走过斑马线后，将老人送上了人行道，才返回开车离开。整个过程持续五分多钟。前几天，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废铁回收站老板发现了一枚炮弹。民警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当天下午3点多，济南街道新河村废铁回收站的老板陆龙在整理收来的废铁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疙瘩，形状有点像炮弹。我们也不认识什么东西，就把它拿出来放在那里，像比如说，就放在那个旁边了，感觉像电视里放的一样，像危险品爆炸易燃易爆品，害怕，肯定害怕了。济南派出所接警以后，民警立刻赶赴现场。初步判断，这是一枚尚未爆炸的炮弹，炮弹长30公分左右，直径3到6公分，重5斤左右，表面无泥土包裹。虽然锈迹斑斑，腐蚀严重，但不能够确定是否失效，不能排除其随时爆炸的安全隐患。于是民警立即在现场做了相应的处理。然后我们就就近找了一个比较坚固的铁桶，并在里面放置了一些细软的沙泥，就将发现的这枚炮弹放到这个坚固的那个铁桶里面。之后我们就将这个炮弹带到我们公安局治安大队，由我们治安大队进行专业的处理。因为炮弹、炸弹等爆炸物品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公安机关提醒市民，一旦发现，切不可随意处置。假期出游，在朋友圈里晒晒照片，发个定位，这样的操作原本很平常。不过最近有网友表示，朋友圈的定位花钱就可以修改，朋友圈里的图片素材也可以量身定制，能专门对虚构朋友圈提供服务。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登录了多个网络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栏输入朋友圈定位的关键词，便出现大量提供修改定位服务的卖家信息。有的打出代发朋友圈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的广告，有的则声称朋友圈定位共享实时定位，一分钟完成。记者联系了一位卖家，在对方提供的微信朋友圈展示里，记者发现该用户的朋友圈定位地址每一天都不一样，有的是在国外，有的在北京，朋友圈定位俨然成了一幅世界地图。对方表示，修改一次朋友圈定位要支付10元，如果想自己任意修改，则需要一次性支付350元。记者发现，一些卖家已经售出了数十份修改朋友圈定位的服务，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对修改朋友圈定位感兴趣。对于修改朋友圈定位的技术，网络安全工程师向记者演示了操作，在外挂软件中输入想要定位的中文地址，就可以自动解析对应的经纬度，最终设置好的坐标信息就会出现在微信朋友圈的标记中。现在大多都是基于安卓的去写的一个修改系统的一个插件，我只要修改了系统的定位，那我微信是获取经纬度来确定当前位置的，我已经修改了整个系统的定位了，那么微信获取的一定是修改过的。攻击者他去修改的时候，其实上应该是要登录购买的那个人的账号，然后呢在自己装了这个插件的手机上再去发这个朋友圈的。网络安全工程师表示，使用外挂软件对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修改，脱离了微信平台的监管，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而把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提供给别人才能获取服务。有法律学者表示，该做法风险极大。你为了改这个定位，提供给对方你的微信号以及微信密码和内容，由他来进入你的微信号来修改定位，这样呢就会对您个人的网络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以及一些网络上的、微信上的个人财产置于一些不安全的境地，同时呢也不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交圈和良好的一个心态。法律学者指出，出售修改朋友圈定位的服务本身已经构成侵权，而通过利用定位来散布传播不实信息，恶意用定位来营销，购买者也涉嫌违法。外挂服务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一个服务，如果从事相关外挂产业的，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了，一般都是按照非法经营罪或者是按照侵害知识产权罪
用犯罪的这种行为来进行约束的。那么这种黑色产业链拿到网上去竟然大行其道，所以这个二手的售卖平台呢，我觉得也要承担责任。法律学者表示，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黑科技被不法之徒利用就会成为黑产业，需严厉打击。定位的修改是直接关系到朋友圈内容的分享的，那么内容如果是分享是虚假的，那后面所有的这一切的环节，比如说婚托，再比如说虚假的这种慈善捐赠等等，那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行为了。特别是呢，他可能在一些互联网诈骗过程中，这个位置信息修改可能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那么平台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有法律上的注意义务，对这样的一个漏洞进行严管。对于花钱可以修改朋友圈定位的情况，微信平台也发布声明，表示使用卖挂的行为属于违规，修改不实朋友圈定位可能会被平台封号。使用这样的一些外挂软件的，通常是一些像微商这样的一些群体，一键去发朋友圈呐、虚拟定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今年其实我们已经进行了两次的专项清理，到2019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对上百万使用这种外挂的这个账号进行了处理，有些是短期的这种封禁，而有些如果是特别严重，已经造成一些欺诈行为的，我们会对他的账号进行永久的这种封号处理。截至发稿前，记者发现一些网络二手交易平台仍然存在出售修改朋友圈定位的卖家信息。有法律学者也指出，网络平台应该承担审核义务，防止网络黑色产业链的蔓延。前几天在安徽合肥铜陵火车站，一对情侣报案说在火车站旁边的餐厅就餐的时候手机不见了，民警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餐厅内的监控录像，民警看到了作案人员偷走手机的全过程。报案人后方座位上的一名男子见报案人起身之后，发现有一部手机在桌子上面，趁报案人不注意的时候走到那个位置上，把报案人的手机随手揣进了口袋。民警通过技术手段对该男子的体貌特征和所有进站人员进行比对排查，很快锁定了作案人。胡某某体貌特征与视频中作案人体貌特征基本吻合。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胡某某购买了一张次日的火车票，民警推断此刻他应该还在站内候车。最终民警在候车室长椅上发现了胡某某，经询问，胡某某承认了自己偷手机，并将手机藏在了卫生间马桶水箱后方。民警表示，胡某某涉嫌盗窃，目前已被铁路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警方提醒，出门在外务必要将随身物品放在自己视线可及的范围内，提高警惕。大熊猫、羚牛、金丝猴和朱鹮四种珍稀动物被誉为秦岭四宝。近日，陕西宝鸡市太白县黄百元景区相继有人在驾车途中发现了大熊猫和羚牛。这是10月10号下午，一外地游客在前往陕西宝鸡市太白县黄百元景区的路上拍摄到的画面。一只体型中等的大熊猫正在公路边的围栏处活动，发现有车辆靠近，这只大熊猫很快消失在密林中。无独有偶，就在当天下午6点左右，宝鸡市太白县的刘先生和同事驾车前往黄百元时，偶遇了一只体型庞大的羚牛。这只羚牛当时正在道路拐弯处的路边一动不动，呆萌地望着视频拍摄者。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黄百元景区大部分面积在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陕西省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内，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经常会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出没于山间和丛林中。我和我的祖国。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从12号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出现明显降温和雨雪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这股冷空气继续南下，黄淮、江淮等地将陆续迎来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冷空气继续南下，影响黄淮、江淮、江汉、江南等地。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将达到8度以上，并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另外，在冷空气和高原槽的共同影响下，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将持续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和西南部、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青藏高原东部和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雨夹雪或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气象专家提醒，冷空气来袭，降温幅度大，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同时警惕大风天气可能导致高空坠物，远离广告牌、简易搭建物等。再来看省内天气情况，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将缓慢回升。受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近日气温持续偏低。10月11日至13日，气温较常年同期平均气温低2.7度。14号的早晨，我们省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最低气温呢都在零下，最低的呢是在辽源市是达-8.3度，长春市呢也达到了-4.1度，可以说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了。目前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已逐渐减弱，气温将缓慢回升。15号的早晨，我们省气温还会在零下以外，其他的时间我们省大部分的这个最低气温呢还将恢复到零上的这个水平，最高气温呢可能也会在15-16度，所以整个未来一周这个气温呢还会再回暖一些。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15时33分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15时，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1度到18度之间，最低温在-4度到2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14度，最低温1度。天气晴好，气温略有回升，也希望您有一份好心情。为让百姓温暖过冬，各地相关部门提前检修设备，采取错峰起炉等措施，提前开始供热。10月13日起，延吉市各集中供热企业陆续错峰起炉供热，这也是延吉市连续第8个采暖期提前供热。我们从12号开始，那个提前那个点火烘炉，13号嘛，早上开始正式供热。今冬延吉市供热总面积为3777万平方米，目前各集中供热企业已陆续起炉供热。从10月13日到14日开始，全市9家供热公司呢陆续开始开栓点炉，开栓点炉呢有个过程，可能居民家能感受到温度呢需要在2到3天之内呢，用户家逐渐的感受到不同的这个热量。连日来，白山市住建局派出工作人员到供热企业督导供热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各供热企业准备基本就绪，将陆续开栓供热，保证市民温暖过冬。大安、通化县等地也做好了供暖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天气情况随时提前供暖。昨天下午，长春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冬季公用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其中涉及到供热、供水、燃气等多个方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据了解，长春市城区冬季公用服务保障法定工作时间自2019年10月20日0时起至2020年4月6日24时结束，共计169天，重点保障围绕供热、供水以及燃气三方面进行。在供水方面，要求落实供水设施防寒措施，10月20号前完成自管2次供水设施防寒准备。燃气方面，针对极寒天气下可能出现的燃气供应短缺，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供热方面，要求10月15号前，供热企业要全面完成供热设施设备检修，完成管网注水，并进行冷态运行。开栓的时候呢，看这个长市天气情况、管物的情况，跟环保局一起那个协商，进行这个错峰开栓的工作。
另外，在今年的供暖期当中，将对热企进行信用等级评定，以此来提高供热温度和服务质量。如果用户家出现温度不达标的情况，投诉渠道也将更加便捷。热企这个整个服务质量提上来，对老百姓来说呢，室内温度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考量的指标。近日，长春市针对门诊、慢性病治疗、异地就医和低自付大病补助等方面又有新的政策出台，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政一，延长慢性病门诊治疗时限，取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慢性病门诊医疗待遇享受时限管理限制，将原享受门诊医疗待遇时限最长为3年改为长期有效。已经申请慢性病门诊医疗待遇的患者，原时限期满后仍需要继续治疗的，无需体检复查、续办相关手续后长期有效。新政二，取消参保人员低自付大病补助相关限制。调整后，凡符合低自付大病诊断标准的参保人员均可享受低自付大病补助待遇。新政三，异地就医实行新举措。关于长期异地就医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长期外出务工双创人员未参加当地医疗保险的，取得居住地户籍或居住证、居住证明，可以申请长期异地就医待遇。跨省长期异地的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在居住地市级统筹区开通直接结算的全部定点服务机构就医，取消异地就医人员出院一个月之内将相关材料递交参保地经办机构，逾期未提交相关材料不予以报销的规定。原来是两边，只要是你搬到外地之后，长春这个医保就不能使用了，现在咱们取消了这个封锁。这个新政咱们从2019年10月1号开始实施，在网上申办，也可以到医保的经办窗口来申办。昨天开始，长春净月潭正式实施全面禁车。那么禁车的第一天，净月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了。那么来到景区之后啊，我们发现与禁车之前相比啊，整个的环境呢变得更加宽敞明亮了，而且空气也变得更加清新了。据介绍，净月潭景区在正门修建了2座大型立体停车场，共有3000个停车位，同时对景区内部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净月潭景区重新翻修了17公里的这个路，把它变成东北最长的彩色景观公路。同时在路上我们配备了600多个路灯，200个免费 WiFi， 300个广播，还有这个400个监控摄像头，可以实现景区的全覆盖。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海贝斯造成的影响。受海贝斯的影响，12号晚上一艘巴拿马籍货轮在东京湾沉没。记者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了解到，该巴拿马籍货轮上是有12名船员，其中3人是缅甸籍，7人中国籍，2人越南籍。7名中国籍船员当中有6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目前暂无其他中国公民在海贝斯超强台风灾害当中受伤。据日本媒体报道，纵贯东日本的强台风海贝斯已于13号转为温带气旋。受海贝斯的袭击，日本多地爆发洪灾，公共交通系统受损严重，已经造成58人死亡，14人失踪。据日本共同社13号统计，海贝斯过境导致日本多处河流泛滥，目前有21条河流决堤24处，另有77条河流发生漫堤现象，其中流经长野县的千曲川决堤，造成长野市和千曲市大范围被淹，大片住宅区被洪水包围，有的房屋甚至被淹至2层。日本多地还发生山体滑坡，造成群马县一处住宅被毁，福岛县一处住宅被沙土掩埋。东日本铁路公司长野新干线车辆中心也受到严重影响，承担北陆新干线1/3运力的10列新干线列车被洪水浸泡，有专家称这些被泡的列车有可能全部报废。此外，长野、福岛、茨城等县多条河上架设的铁路桥被冲垮，东北自动车道和东名高速道路等17条线路、19个路段塌陷，日本多地依然处于停电断水状态。目前，日本公共交通系统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除北陆新干线、山形新干线13号全天停运外，其他新干线以及首都圈大部分线路13号下午基本恢复正常运行。日本羽田、成田等机场13号仍有800多个航班被取消，预计14号国内国际航班起降将基本恢复正常。日本共同社报道，13号在福岛县实施的救援过程中，一名女子不幸从位于40米高的救援直升机坠落身亡。在13号上午10点左右，日本福岛县磐城市实施的台风海贝兹救援行动中，东京消防厅直升机救援一名处于孤立状态的77岁女性时，队员紧急情况下忘记把为女性穿戴的装置挂钩扣在绳索上就起掉，导致其从约40米处坠落。该女性在医院死亡，东京消防厅在总部大楼召开记者会，承认意外是人为疏忽导致，并对此致歉。该厅透露，两名均为32岁的男性队员当时负责救援，他们分别在航空队有1年半和2年半的救援经验。当时采用的方式是用带状救援装置包裹女性身体，由队员抱着用绳索起吊，在此救援过程中不幸发生意外。继续来关注伊朗邮轮遇袭事件。11号，一艘伊朗邮轮在红海海域遇袭。当地时间13号，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表示，沙特与这一事件无关。朱拜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了沙特与伊朗邮轮红海海域遇袭事件有关的说法，称沙特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这不是沙特的做事风格。他还表示，目前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应该继续等待，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13号，在与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举行会晤时，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已掌握部分证据，将会通过一系列调查得出最后结论。此外，他还警告称，伊朗将会对任何威胁做出回应。伊朗国家石油公司11号表示，公司下属的萨比提号油轮当天在红海遭导弹袭击发生爆炸，船上装载的原油发生泄漏，不过油轮并没有沉没，所有船员都是安全的。邮轮遇袭地点距离沙特港口城市吉达约97公里。沙特方面在12号确认，在伊朗萨比提号邮轮遇险后，他们收到了这艘船发出的遇险信息，但发现这艘船一直在移动，并在沙特向其提供援助前关闭了自动跟踪系统，并没有回应沙特方面的通信请求。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阿里沙姆哈尼12号表示，这起袭击是海盗和破坏行径，伊朗将对此作出回应。伊朗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号凌晨，一名黑人女性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家中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射杀，事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很多人质疑警方过度执法。遇害女性名叫杰斐逊，警方称杰斐逊的邻居当天看到他家前门敞开并且亮着灯，因此报警要求警方前往排查。根据警方公布的经剪辑的执法视频显示，警员到达房子后先在院内搜查，突然看到房间窗户后边有人，大喊举起手来，随即开枪。从喊话到射击，整个过程不到4秒钟，杰斐逊当场死亡。警方称，这名警员开枪是因为察觉到了危险。警察进入房间后也发现了枪支，但有美国媒体指出，视频并没有显示警方开枪前遇害者正在持枪，并且在一般的安全检查中，警方应该先敲门展示警徽亮明身份，而涉事警员似乎从未表明自己是警察的身份。有媒体向警方要求未编辑版执法记录视频，但警方拒绝了这一请求。目前涉事警员已被行政休假，等待调查结果。杰斐逊的邻居报警人表示，自己本因担心杰斐逊的安全才报警，没想到酿成惨剧，令他震惊。他说，这次事件让他失去对警方的信任。They tell you, say if you see something abnormal, say something.Well, if you do that and you cause somebody to lose their life, it makes you not want to do that, huh?
该事件也迅速引起美国民众，特别是黑人团体的不满。他们质疑警方执法过程中存在程序问题，并且可能存在种族主义倾向。他们认为警察未表明身份半夜闯入民宅，房主有权利保卫自己的安全。房主的黑人身份可能是令警方开枪的一个原因。10月12号是西班牙国庆日，当天盛大的阅兵式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如期举行。不过仪式刚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小插曲。在车队的护送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奇亚携女儿抵达会场，拉开庆祝仪式的序幕。一名空降兵携带巨幅西班牙国旗从天而降，不料即将落地时，空降兵转错了方向，降落伞一下子挂在了路灯灯柱上。由于降落伞和灯柱缠绕过于紧密，空降兵无法自行脱困，只能等待地面工作人员的帮助。好在最终他成功落地，升旗仪式得以顺利举行。升旗仪式过后，阅兵式拉开帷幕，西班牙陆海空三军以及警察部队依次经过主席台接受费利佩国王检阅。战机在空中拉出象征西班牙国旗的红黄两色烟雾，将整个阅兵式推向高潮。阅兵式结束后，费利佩国王和王后以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特意慰问了在降落时发生意外的空降兵。再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晴，14到1度，白城晴，18到1度，松原多云转晴，15到2度，四平晴，13到-2度，辽源晴，13到-1度，吉林晴，12到2度，通化晴，12到-1度，白山晴，11到-3度，延吉晴，13到-1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1到-4度，长春晴，14到1度。海量资讯，精心梳理，热点新闻理性分析，重大事件深度解读，实用信息贴心送达。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感悟70年巨变，记录锦绣吉林。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锦绣吉林系列微视频大赛参赛作品航拍长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